米啊，又香又嫩的香菇，原来是这样做的。香菇给它切片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再用力挤出水分，碗里倒入一袋小苏用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。打入一个公鸡蛋，加适量清水，调成酸嫩感觉糯度，香菇裹上脆皮糊，六成油温下锅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否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炸着金黄酥脆即可出锅，太香了，酥脆可口，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。